歌神影帝家庭聚会，刘嘉玲，满足你们吃狗粮的愿望。也许很多粉丝都想看到刘嘉玲和梁朝伟这对夫妻的同框，但是身为影帝，影后工作上都很忙，刘嘉玲这段期间一直忙于电影《我的情敌女》去宣传，连过年也没有兼住。今日刘嘉玲晒出一张与老公梁朝伟和陈奕迅徐濠萦夫妇同框合影，并配文假期开始。梁朝伟和陈奕迅都是各自的迷弟，在陈奕迅北京鸟巢举行演唱会，梁朝伟更是现身观众席捧场，而陈奕迅对梁朝伟也是满满的欣赏。早前两人一起出席活动，梁朝伟发言的时候，陈奕迅看住梁朝伟也是满脸迷弟的表情。作为新生代的歌神陈奕迅和影帝级别的梁朝伟更是晒出两人单独的合照。